大家好，我名字叫奥里亚，中文名字叫克里华，克服的克，顺利的利，中华的华。我是翻译，我的母语是俄语，专业是中文和英文教书和翻译工作。我尽量的翻的准确和清楚。我曾经在天津师范大学读过书，还有赤塔师范大学毕业。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大学教汉语，还有陪着各种各样的俄罗斯的代表团去中国谈生意或者考察。中国太大，我不能说我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但是我去的地方实在很美，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宁波、苏州、杭州、三亚、西安、银川、哈尔滨、辽宁、辽宁省。我不能说我是中国通，因为中国实在特别大、特别丰富。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所以我是一辈子的中国研究者和佩服者，这个说法才是准确。我现在从事翻译工作，远程翻译工作，我又做同传、教传、笔译、口译都可以。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20多年的经验。所以我很愿意分享。如果你对俄罗斯俄语与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的文化等其他的方面的合作感兴趣的话，你完全可以联系我。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种互利的合作。谢谢。